戴 bra 嘅正確方法係先將上半身向前傾。辦公室沙灘排球賽正式開始，接住。但系我哋都系着俾男人睇嘅啫。The bra sucks， 你个胸个 bra， 一个好嘅 bra 咧系有三种功能。第一，佢要内外干爽，保持空气流通，胸围啦，又名咧叫做乳罩，俗称叫做薄囊，亦都可以叫做粒。第二，中间小便位要开得好好。停止！咩杯？系 A 级。你哋知道胸前面有两嚿脂肪嘅感觉系点啊？你俾翻个正错我，你俾我保持我正错啊！唔该你。哇，正啊！好，我就同你讲胸围，34B斜位斜边。好處就係將我哋對胸向前咁推，前後有鋼線承托，冇瀝屎，雞心呈45度。好處就係可以幫你頂住個胸。你自己係做 bra 噶，你有冇諗過一個 bra 佢自己嘅感受？我係新西 boy 嚟嘅。我到邊度都有陽光噶。其實女人要嘅嘢好簡單嘅啫，就因為太簡單，所以男人咪唔信咯。但我驚你唔得喎。唔得，咩唔得？嚟。36D喎。嗱，唔。一定啦嘛，睇佢哋又點講啊！嗯，要叻仔啦～